阿罗哈，大家好，喵咪大战争时间来。那今天的话呢，有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好不好？我们要先来做，好不好？我们就先来用金券抽什么东西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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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怪物萌娘队，是不是出了一只全新的妹子啊？然后上次那只妹子我们是没有拿到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下我们的金券，总共11张，好不好？刚好是10连抽，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的那个妹子给她抽回家，好不好？怪物萌娘队绝密美少女，好不好？直接来一波，就是我们的冒险家加奈啦。之前的话基本上就这只没有抽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金券能不能出奇迹，把我们这个总是走错方向的冒失姑娘给她带回家，好不好？那他的能力的话是可以给予黑色敌人超大伤害，毕竟能发射裂波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后期的角色感觉就是一大堆裂波角了，好不好？你看，无法攻击近处的敌人，但能够一次攻击更远处多个敌人的角色，可以给予黑色敌人超大伤害，毕竟能发射裂波，好不好？这是唯一怪物萌娘队里面系列的真正的妹子，好不好？不是怪物变的哦。来，第一张金券直接给他走起，好不好？单抽出奇迹有没有可能？来。好，窗边少女猫，你旁边站好不好？旁边站，好，谢谢，拜拜。第二张，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超级猫猫，我们的冒险家加奈。好，高挑猫，你旁边站，拜拜。好，再见。第三抽，来我们的冒险家加奈来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已经有预感，可以把它带回家。神女猫，好，旁边站。第四抽，好不好？金券再赚就有了，妹子一定要到手，来。好，我开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居然没有，没关系，再来，我们还有七张，不信啦，不信啦，运气该来了吧？哇，橘中猫，这个后期也是会变妹子啦，但是我不知道你啊，加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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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猫猫加，好吧，微微也不错啦，大，好不好？大，大又大。哇，完了！我觉得通常这样抽到超级猫猫，好像应该就没办法了。跳跳猫应该是没办法再抽到东西了吧？再来，我求你了！啊，怪手没了，去了，最后三张啊，至少还是不错啦，至少11张有中一只超级猫猫嘛，这个算赚了，好不好？烤面包机旁边站，拜拜。烤面包机旁边站。呀，倒数第二张，加奈！哇，小偷猫，最后一张，加奈，拜托你了，加奈，来吧！花个30罐罐，再拼一次，加奈，拜托了，最后希望。好啦，果然没有在听过年的啦，好不好？就这样，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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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这个总有一天会让我们遇到了吧？修度也丢啦，好不好？修度也丢啊，没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继续挑战一下我们的那个昨天卡到一个爆炸的哦。这关感觉就两个方法吧，一个就是运用我们的那个什么鬼，运用我们的就是那个。红色军团来降攻击或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后面的那个飞蛾是不是应该要优先解决呢？这也是一个一大的要点，要不然感觉会很麻烦，要不然就是看一下能不能把红色的东西弄起来，我们用一下这个极品好不好，把这个极品用起来，这个山迪亚可能要请你先休息一下了。你干啦，你干干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适合，好不好？好，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再试试看。那这边的话，既然有五个 Max， 我们就先用五个 Max 吧，好不好？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啦，最近的钱包都要留给原神啦。好，来吧。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来降点攻击哦，他应该就不会死这么快了。然后我们待会就是冰晶女王猫。然后二号机感觉不太行哎，所以可能真的还是要用一下那个美女神吧。但是我很怕他们直接推线推到一个爆炸就是。
我先叠个美女神过来好了。是不是这样输出还是很不够啊？来，然后接下来就可以那个了。我觉得鹅这边的话，真的是也是蛮棘手的存在哦。就美女神希望也可以射到鹅之类的，那样是最好。然后冰晶女王猫就是不要在那边被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把他们只要杀掉一只，我跟你讲 ，only one，only one 就够了，好不好 ？only one 就好了。哎、欸，其实是不是应该要带个现代猫啊？因为感觉就是因为没有现代猫，所以鹅才会被鹅才会打这么凶啊，是吧？是不是有这可能？我觉得有哎、欸，而且这样就是一定要让那个鹅，就是一定要让水豚军在那个鹅的后面，不然你看我们这边又被打烂。啊！又被打烂！哇，这个输出到底够不够啊？妹神加油好不好？干掉他们一只就好，一只就好 ，Only one， 一只就好，我求你了，好不好？行不行？我觉得可以把魔剑士哥哥换成现代猫，会不会更好一点点？哎，哇，感觉看到了曙光，但是好像又没了光，完了完了完了！看到再射个两发吧，哎哎，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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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希望来了，希望来了，希望 online 来了来了来了，哎，这好像没射到哎、欸，完了完了完了，但是我们看到希望了，对不对，各位？哒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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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哒哒哒哒哒哒哒，碎啦！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好不好？巧克力美女神，大家如果之后情人节再看到她，绝对要抽起来。大家还记得我之前那部影片吗？2021目前用过最好用猫咪就是她，好不好？除了只有美女神能够干掉美女神，你知道吗？美女神的好用之处只有美女神能够干掉美女神、欸，哎，太神了吧！好啦，这边这几只处理掉之后，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事情了，好不好？因为这边的话，好像后面都不会再出什么鬼东西了，太好了！只有美女神能够干掉美女神，所以就是这样子了，赢了，赢啦！我们待会可以再出下一只美女神，我们先多一点这个二人组好了。下一只美女神，我这边基本上得加补应该就够了哦，但我还是蛮怕得加补出事的，等一下好了，得加补。反正现在就交给二人组来慢慢削，然后在美女神的员工距离应该 OK， 碎啦，没问题，赢啦，好不好？这关的话基本上应该，我觉得寿司猫好像，我觉得不是个关键诶、欸，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就是出了大水哥哥跟我们就是那个强猫，然后冰晶女王猫是可以帮你挡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然后后面再架一只高射炮，好不好？我们的这个巧克力美女神完全没有问题，哎、欸，好不好？碎，通关通关 ，nice。好，再来是怪兽表演石窟，黑色敌人跟我们的钢铁敌人，那这个铁定一定要那个啦。黑色敌人跟钢铁敌人就用黑色敌人部队，再加上钢铁敌人的话，这边有一个龙卷风猫猫 ，OK this。然后这是我当初拿来刷那个的、啊，这应该是我拿来刷那个大活动的吧？要不然就是我要拿来干嘛的哦？这边先把那个牛猫换下来，换一下我们的 Rogue Soldiers， 好，应该就够了。好，就这样。然后我们基本上整体来说，就是以一个打爆黑色敌人的阵型出去，应该就 OK 了哦。来啊，哈哈，这关应该是让我来刷经验 XP 的。我带的队伍应该是拿来刷经验 XP 的哦。哎，就都妈的苦大塞，不要那么急，完了，完了，出事了！先让他们被咬死吧，我求你了。咬死他们，钢铁小敌人，加油！咬死他们！哇，呜哇呜哇，还是要叠一下，呜哇呜哇，呜哇哇哇，哇哇哇哇，偏尾偏尾。必须得派出高手了。哎、欸，不是啊，干嘛、啊？我今天抽运已经很烂了，你这么暴击一下，好不好？会死你！哇，一直不爆
爆呢、欸！哇，有个扯！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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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爆太快了，哈哈，我要求好多、哦。好了，先不升。黑色喷喷 ，Let me see see 哦，我想一下该怎么办。OK， 这样应该算是 hold 得住。然后等他过来，等他过来给他吃炸弹猫，跟我们的剑神，还有震天新春戳戳一波，没问题。炸弹猫继续哈。炸弹猫铁定要继续，加油啊，剑神！靠你的剑神！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赶快先把这个钢西一脚给打死，钢西一脚一死，好不好？哎，他们必败，可以赢定了 ，nice！ 哎，这关就轻松不少了，得加不得起来都不用输了，都不怕输了，得加不？而且我们这边还有这个传说机哦，超级啊、不，我们这边还有先缓一下好了。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传说稀有的黑色大伤害角色剑神，哎，一个西瓜。但是他们后面又来一只钢西角啦，所以都还很难说，好不好？先看一下能把它剁爆。哎呀，哇，居然没有弄到那个，怎么会没有用到黑色帝王呢？怎么会这样？真田新春要来了，唰唰一波。哎，不是啊，我怎么都是过去给那个黑色帝王打爆的、啊？哇，尴尬了！哇，这很惨呢，这黑色敌人真的是很机车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快报警呀、啊，孩子们，你们快点哦，要输了哦，猫了，完了，我们剑神没了！哎呀，不要啊，完蛋了！哇，这是汤姆，他怎么这么硬啊？哎！不对哦，不对哦，怪怪的哦，打针是不是？吃了药是不是？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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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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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钢西一脚先解决，拜托拜托拜托，解决还有机会，解决还有机会，解决还有机会，有。好，剑神再一次，一只不够我两只，还没死。哇，你真的是假的还真的、啊，却还没死哎、欸。哇哩嘞，完了，完蛋完蛋！哎、欸，不是啊，要死了没啊？没有这样子的吧？完了，我现在要存钱叫真田先出来耍耍一波了。还没死？哎、欸，妖兽哦！哎、欸，太扯了吧？是喷喷老师怎样？哦，终于，你终于得啃死了是不是？哇、哦，天哪、啊，好恶心哦！这就是真传奇关卡恶心的关卡的威力吗？有够恶心，有够恶心！来来来来，弄死弄死他！叠加不？哦，好险！他后面好像就没有再出钢铁敌人了啦，所以就比较没事。他如果继续再出的话，真的是很恐怖呢。金加里就空白呢，好险没事了，碎啦，没有问题，谢谢大家 ，nice nice， 哦，好扯哦。好啦，我们金卷金卷原本是想要抽我们的加奈，但是金卷全部抽下去，加奈还是不肯现身。那大家有没有加奈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这边知道，哎、欸，它到底好不好用哦？分享一下你们对它的看法。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了，我是奇片，再见喽，大家拜拜啦！